看小贺的信号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做一个八角星，哼哼，来吧。先放一个藤绑头绑帮装置，然后再放一个散金块、电石块，看一下它弹到哪里去。然后在它底下放个转轴方块，转起来。OK， 然后再去。来吧，完了，金块在哪？在这，这对不对称？再试试，这能咋了？这咦，偏了一，要放这边才对。走你，看一下吧。哦。等火候，哦吼，这方块还挺漂亮的，是不是很特别啊？哇哦，不错呀！居然卡成这样，是不是很帅？小伙伴觉得好玩的可以给我点个赞。如果还有什么不会的，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就感觉是有一块叠在上面的一张纸，呵呵。不过都用这个，怎么感觉有点不像？小朋友，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今天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？你是不是很帅呀？好，这次你要得训练小贺的事，拜拜。